你看那个教室正好，如果我找个男孩子像他这样子就可以了。阳才会有小旭卦出现，长女怎么样？居西北，对不对？好，小旭卦出现的时候，那我完了，我就是爸爸。我的身份证、户口名簿上或许我是长女，可是我告诉你，我是爸爸。形上面是长女，可是神上面是怎样？父哦，所以会相父。什么叫做相父？不是说脸狗长得像爸爸，而是主观很强，个性很强。他的话，他家里面谁讲的话他都不听，我就是爸爸，我要听你的。婚姻呢，不成，他太年轻，20岁的人住到40岁的人的位置，所以思想会超越过年龄很多。这个时候他出场前，那个男孩子25岁的男孩子来追他，他今年20岁，25岁的男孩子追他。你在外形看的时候，他是男孩子比女孩子大，你没有看到神呐、啊？他在那个女孩子的眼光里看出去，这个男的我跟他在一起才没意思，你看看幼稚像小孩子一样，我跟他在一起我好像爸爸照顾儿子一样，好累啊，处处要替他着想。然后你看这个小孩子优柔寡断，他还要再教育我，怎么能跟这种男的我差没安全感呢？然后再回头一看到，哎，我们的教授好棒啊，他是教授是爸爸，懂不懂我意思？他就欣赏年龄比他大很多的欣赏爸爸型的人。你看这个教授正好，如果我找个男孩子像他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可是对不起，像他这样的都已经结婚了，已经经验很多了，已经被儿子啊太太整过了，已经是浴血重生的一个人了，对不对？你再看到他的真相。